Hello， 大家好，我是 Joseph Joe AK Sox 游戏王子。那今天我们又来了 Kinokuniya， 为什么呢？是因为今天它有一个消费满50的话，它就会有一个是和 Gunpla 有关系的一个赠送的一个小礼物的一个活动。那它同时这一次的话，它也是和那个万代他们是模型呢，他们是有一个合作活动，才会有这样子一个赠送礼品。所以说我们进去看一下，他们今天是有些哪些什么模型在那边销售，走去看一下。然后我们现在是已经买好了这一次活动的一个产品，不能说产品，实际上一直都是有的了。那具体是什么话，我们等会儿到一个美食广场下面去，然后我们再做一个类似于开箱或者说一个介绍的一个部分吧。那我们先走过去了，等会儿再说。5 minutes later， 哎，终于到了那个位于中央公园旁边的一个商场的那个地下室的一个美食广场里面，那终于找到一个位置能坐下来了，买好东西。那刚才就是买的过程我就忘记拍了，因为实在是有点走的有点累，从那个 Times Square 走到走到 Times Square 到中央公园这段距离还走过来，还是稍微有点累的。然后呢，这次呢，包括我和我的朋友在内呢，我们一共买了3盒，但是其中就有2款，就是这一次是最划算的，就是这一次这2款，一个是 High New， 还有一个是这次的一个 Limited 的一个，也就是限定的一个透明的，牛高达。这2款的话是这一次已经在网上已经开涨了，然后但是这次他们店内卖的价格还是官方定价。那这一次一个 High New 它的价格是$55。那因为我本身有他们店家的一个会员，所以说他打完折之后反而还便宜2块钱。那所以说 High New 这一款绝对是值得的，网上的定价现在已经炒到了大概80到90的一个价格。那透明的一个 New 的话，它的价格我还没查过。哎，李，你有查过多少钱吗？不用查。不用查吗？这东西肯定比原价还要高的。对，就是 Limited 的这个版本肯定涨是肯定会涨，大家都知道的。那这一次还有货。但是更多人这次冲的是还是 High New 来的，因为毕竟 High New 这一次的素质从它开始开卖是去年年中的时候它开卖到现在，它这个素质依旧是保持在二级的一个巅峰的一个顶端的一个行列当中。那所以说很多人就是基本上我这已经是最后2盒了，另外一盒就是被我们熟悉的一个老李拿走了，那在地上我就不拿出来，因为2盒子完全一样的。那话说他其实已经买了2盒了，特别牛掰，他在收藏。
那无论怎么说呢，那这一次活动，哦对，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小的啊，等一下啊，他本身还会这一次有送一个大的一个袋子，活动袋，这次和 Kinokuniya 的一个联合活动的一个袋子，这个挺大的，它原本的这个装的量足够可以装三盒，但是他们自己定价定错了嘛，定了50块钱的一个可以获取，那结果只要买一个模型就够了。啊，顺便说一下，这次的官方定价的那个透明版的 High New 啊，透明版的 New， 它是$53，那这一次的活动呢，就是一个联动的一个 Kinokuniya 的一个小牌子。那这上面的话就是一个元祖高达的一个它这次特殊的一个封面，我们等会儿就可以把它再拍一张照片给大家看，会比较更清楚一点。那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订阅我的频道，然后三连，如果你是 YouTube 的话，也请务必来订阅，然后来追踪我们接下来的一些新的节目。那在此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那下一期节目是由我们老李提供的赞助。我不在，不要提我。老李提供的赞助，你不要不承认嘛，老李。我不在，没办法。然后，我们就期待下一期特别精彩的节目。我是 Joseph Joe，AKA Sox游戏王子，我们下一期再见，拜。